这怎么长得像好像阿迪？哎，这超像我的，但是上次有阿迪啦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照片。来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黑鱼，我是阿迪，哈哈。你要说你是草爷，我是阿静。他每次来都要么说我是草爷，我是阿静。你下次还要说谁？没有，上次有讲别的被你剪掉哈，好像有。这一次是第二届 YouTube 猜谜，上一届你知道是谁输吗？上一届就这个啊，对，是九妹。为什么他这次又来参加？没有，这次原本只有邀你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要走了。真的是，我为了你，我还特地把很多事情排开。谢谢九妹，第10万的通告啊，今天第二届的话，我邀请了阿迪一起来参加。在大家的眼中，阿迪应该也是认识很多 YouTuber， 应该跟蛮多 YouTuber 都很熟吧？算是，但是我必须要先说，我在就是剪影的时候，真的会认不出来，真的认不出来，谁认得出你的女装？恶心哦！对呀，我就认得出来。第一张就是，那我今天一样就是用抢答方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抢答的。来，第一。是谁啊？你确定我们认识吗？今天出现的我们三个都会认识吗？这一个你们一定认识。我们一定都认识。这个是他的头发还是他戴的？他戴帽子，脖子长肿瘤。他脖子长得有点像九妹。这不是我啊，他是男生对不对？他是男生。他订阅数有超过50万吗？一定有。谁？那我要猜啊，阿德。跟上次不会重复。跟上次不重复。Andy。新的。第二阶段，圣洁师，耶！圣洁师，圣洁师啦！竟然是圣洁！哇塞，那个帽子有点迂回到，帽子对，有一点。来下一题。这怎么长得像好像阿迪？这超像我的，但是上次有阿迪啦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拍过这个照片。他有50万订阅吗？我在想上次都出现过了。哇塞，这好难哦，好难哦。好，第二阶段。喂，那个啦，阿谦啦，不是阿谦吗？哲哲，金培，你刚猜阿谦吗？尊，对 ，Yes， 啊 ，Yes， 啊 ，Yes， 尊啦！哇塞，目前阿迪2分哎，我上一届超屌，这一届被屌的，还是上一届准备太烂。我刚刚是看他就是感觉。好了，来了，来再来下一题，老爹。你是不是看 Pokemon？ 对，要我们两个干嘛？不管了，待会我就要先按了。下一题，这谁会的？我想想，理科太太，娃娃，弟妹，鱼竿，鱼竿没有那么瘦啦。等下他就会在下面有说九妹长胖的。下一阶段，下一阶段，蔡英文吗？没有，蔡英文头发是奶油奶油。好，下一题，我0分呢。铁牛，那个鸟屎，耳朵啦，我就是耳朵比较好的。你刚一讲，我一度有想说完蛋了，是铁牛。你看剪影的话，看他的，我们再看一下剪影。对，看剪影是蛮像铁牛的。对啊，这样看，因为铁牛的耳朵也是这样。铁牛的脸没有那么小，我觉得。我刚不敢这样讲，但是就是好，你帮我讲了。没有啊，铁牛，我觉得你是比较壮硕，比较强壮。鸟屎可能身体比较差一点，这样。对对对，下一个。这我知道，这个瓜吉吧。因为西装的，对对，因为台湾的 YouTuber 男生会穿西装，就那几个，对，是没错。哇塞！但是你哪知道他是穿西装啊？你从剪影，因为我都会特，因为我自己也爱穿西装，所以别人穿西装，像伯恩、瓜吉他们的西装我都会看，然后说，这一套不错。然后他们两个的光，他们两个的西装都算好看的。我一定要重回装熟网。这谁啊？哲哲。对啦，是项链吗？他常常会这样拍照，就斜面对。来下一题，来啊，这个来，我等你说，我下一个毛毛，我猜猜看好了，弟妹，再接着。谢谢林姐，他会来留言哦，他会来留言。谢林姐，我还以为是谁的表，他的表妹。可是这样真的有点，不要再装年轻了啦，杰林。他讲，对啊，也都20好几了。好 ，OK， 再来，下一题。我想一下这个，好，好眼熟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他的娃娃是重点。那个六号新选阿伦阿谦，下一个。胡子，他戴帽子。这一部影片是我跟他拍的。来，再来。哇塞，这谁啊？我知道，小热唱。人家小就小热唱啊。
这我知道啊，我知道 Kiki 啦，对啦。其实我刚刚也知道，对，我很常看他影片，是因为 Kiki 的做的题材跟我会做题材很像啊。哦，原来是题材，是什么？来，再来来。这是谁啊？虽然说跟阿静很不合理，但我觉得这发型像你哥奶奶。可是这女生有破十万订阅，有破五十万。没有，我很熟。球球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球球。我有多熟？如果看到影片说你不熟的话，应该会来揍我。会特地来揍我？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硬要来揍。他有破十万订阅，菱形。对。哦。哦，那蛮合理的。谁发现？什么？他现在不是拍照？哎，这个合在一起的阿静很像 T 上去的，啊，这 T 上去的，这 T 上去，厉害厉害，哇塞，你看这个受限制，厉害厉害，不是，那还跟阿静干嘛？好，再来啊。黄大仙先讲，星期天史莱姆，那下一阶段，这不是史莱姆吗？什么鬼？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算是他出了陷阱题，有三个字。你感觉他有？你差点猜到，你说我是三一题，你就有猜到，我就猜到了。真的哎，史莱姆变好。所以这样他有算分吗？有啦有啦有啦，我都猜到史莱姆。对啊，再来。这一定是李克在扮。哎，鱼竿。阿杜，这应该是一个男扮女装，不是女生，是女生，是男扮女装看。好，他是男生。然后不是男扮女装，有哪个男生 YouTube 的发型是这样？很有名吗？他有来过。他来过。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。哦啊，那个雪兔啦。哦，是雪兔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是雪兔。现在比数是多少？哦，4-5。哎，我最后哎，哇，我被怎么超车？哇，糟糕了，超车成功了，不够装手，不够装手。好来，鱼竿。太强了吧！有，我看他的发型，哎，他很近期的照片，好像这个我猜五次都猜不出来是鱼竿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你也太扯，真猜不出来啊！因为我没看到。看马赛克好了，马赛克我们刚没看，马赛克可能就猜马赛克，马赛克这个猜出来。好，再来，是你吗？头围太大了吧？是阿谦吗？你看，我知道你要讲干话，鬼鬼啊，鬼鬼，你要讲干话，我要讲干话，看起来有点像大仙。大仙上次输过啊，上次这头那么大是谁啦？阿红，太难了啦，有点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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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，下一阶段，他头好像 ET 哦，来啊啊，那个他先来 ，sorry， 来来，你看你 sorry， 风能的，你两个人动作，赤井，哇，可恶可恶，有没有？姐没有，好不好？哇，再来再来，谁？这个重点是 PlayStation， 对，所以应该是阿杰，很合理，好难哦，游戏的。等一下，阿豪，是我要吴秋风啊，老皮，下一个好了。我说是谁？八毛认识，八毛 ，LNG 就六他他们。哎，你们这个出题的是 LNG 粉哦。哎呦，厉害哦，厉害，这个我还真他妈猜不出来。哎，我现在是不是领先了？有，你好像领先了。没有，我们平手。我靠。来来来，你现在竞争很激烈，再来，什么东西啊？百变怪哦，很瘦哦，这个很瘦，十万订阅以上，这是那个胖子，加你，芝芝上次有，上次有，芝干啾上次都有，他现在住日本，猫啊，很像，头发很像，你可以拼出来 ，M A O， 对，哦，真的假的？猫啊，我以为他是这样，头发这样用，哇塞，我被追上了啦，我平手。啊，美国，这个眼镜也太高调了吧！高，阿静，阿红，他以前不出来，他会来揍你，又会来揍你，又会来揍我，又会来揍你，又来揍我，揍我 ！AJ， 我看下一个好了，黑仔熊啊，黑仔熊，他头这样太难认了啦。对，好来，最后一题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是他领先吗？先看分数一下，现在是几比几？6-7。那我们最后一题加两分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来，我让你们，来，先来。那我第二个，不是，我第二个，这不是我吗？这个肩膀，看那个腰腿是怎么回事？对啊，发生什么事？好像九妹男生，哎，我家真的有一面这个墙哎，可是不是我。九妹，你知道他们是卤六鸟粉丝的这个逻辑。卤蛋还有谁啊？卤蛋，哎，卤蛋啊！早不应该跟你讲啊！哇，我赢了！好熟，我就自己猜了。哎，你这样就赢了哎。对啊，我想说卤六鸟还有谁没出来？就是，可是这一届哇，来给我，裴宇果然才是最会装熟的男人，6-9，哎，哇，厉害厉害，装熟王，装熟王。
我来是真相王，你还说你不强，你明明就超强，你给我是谢笑。但是真的有一两题是不是阿丁认识的？对，真的有两题，有一些是我不认识的，你不认识。可是我觉得猜人这样已经很厉害了。好啦，下一届的话，看各位有想要我邀请谁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讲，或者是你们还想要他们两个参加也可以，都行，只是要看九妹愿不愿意上链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阿丁会，我都给你拍那么多支片了，对，你算是少数。我的经纪还问我说，干嘛一直跟黑羽拍片？我是说。他有莫名的心机，对，就是要他都怀疑我跟你在一起啊。你又跟黑羽拍片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在这边我也要很感谢阿丁跟九妹，他真的是为了，就是只要听到我要拍片，他们就说好啦，什么时候？对，对，他们都这样。是的，未来我确定。好，今天非常感谢阿丁跟九妹，谢谢。所以第二届 YouTube 猜谜大赛冠军还是我，耶、yeah, ，双手王，耶，双手王。OK， 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。好，那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喜欢。那可以去订阅阿丁频道，也可以去订阅九妹频道，那可以追踪我们的 FB， 按照我们的粉丝，追踪我们的视频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